何事心神不定？杨震先生新任东莱太守，说要路经本县，他是我的恩人，好好招待一番不就行了？可他这个人呢？老爷夫人，有位女客求见县令夫人。请他进来吧。是。东莱太守到。太守呢？随从人马呢？这位就是太守。老夫就是东莱太守杨震。还是你们县令的？哎，休要多嘴。是。叩见太守，敢问大人为何深夜到此？少啰嗦，快去禀报。是。太守请。三更已过，无人知晓。县令很珍惜名声，绝对无人知晓，无损县令清明，无情赏受，却只不公。但是若是被人知道，一定无人得知。告辞。啊，准备不及，粗茶淡饭啊，这就很好，请太守莫怪，稍微垫垫饥。已经有人禀报县令，稍时定会准备酒宴的啊，不必了啊，实在是夜半惊身了。夜半惊身无人知晓，只怕有碍清明啊。反正没人知道，无碍名声，不收白不收。倘若让人知道，这……哎呀，不会有人知道，你的名声乡里四方有口皆碑。来，快！啊！报告大人，一族来报，东莱太守已到驿馆。怎么半夜到来？啊，来了多少人？不大清楚。立即准备车马酒宴。是。为什么半夜到此？我真是弄不懂啊。我懂。哦。夜半惊身，无人知晓，有理能收，无碍清明。先生不是这种人。哎，人是会变的，他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布都会染黑的。这个，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夜晚才到？这他算准了你受过他提拔推荐之恩，一定要酬谢他，所以才称夜晚。人不知鬼不觉，无损于他的名声。嗯，那送什么呢？嗯，银子百两不算少吧。啊，好，我就去。大人呢？吩咐车马酒宴。哎，老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一概不用，去吧，去吧。嗯，去吧。去吧。是。既然是悄悄的来，我就来个徒步而往，投其所好。夫君真是高明。承蒙恩师提拔推荐。哎，不要老记住这件事情，这是朝廷的制度，老夫的职责嘛。
知恩当报，知恩当报嘛。啊，两位大人，驿馆准备不及，很简便啊。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请问大人，不知县衙那边酒宴已经备好了没有？我会准备的。啊，我是独自徒步前来的。好，正合老夫心意。这没什么事了，你下去歇息吧。对，你请便，请便吧。好好，二位大人慢用，慢用。在这儿干什么？在此听候吩咐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歇着吧。是。哎呀，这下总算是只剩恩师跟我两个人了。嗯，夜深人静，我们俩可以叙谈叙谈了。啊，是。一点敬意。这是要报恩师推荐提拔之恩。你看我能收吗？夜深人静，无人知晓，收下无妨。无人知晓，我就可以收下？啊，是的，这样无损恩师的清明。啊，知晓，我就可以收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要是有人知道呢？绝对没人知道。你能担保？能。不会吧？无人知晓，只怕办不到吧？对，啊，眼前就无人知晓啊。现在知道的就不少啊。这绝对无人知晓。哎，我看呐，至少四个啊。不不不不，这事儿只出于我一人之手啊。你是一个，是我直接送与恩师。嗯，我是一个，那还有谁啊？哎，来，你看，苍天无隐，天会知道，这是三；厚土无私，地知道。那么你算算看。知，你知，天知，地知啊，这不就是四知了吗？所以说，怕别人知道的事就不应该去做，已经做了的事呢，就不会没人知道的。我啊，老夫深夜到此，也就是为了避免那些可恶的应酬。没想到你上任不久，却也沾染了这些官场的习气呀！惭愧。古人说，不惭隐，不愧于魂呐。这也就是告诫我们，在没人的时候，也要做到问心无愧。老夫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想到这四知啊。哎，这是做什么？啊，多谢恩师指教。
文师将四之二字写下，悬在左右，随时提醒自己。好，取笔墨来。